小学的时候吧，就希望妈妈可以买什么什么什么给我，神啊求求你，然后结果哎，真的妈妈买了那个东西给我，就觉得哇，神真的存在。哇，不计其数，但一定要说第一次的话，应该摔得最惨的一次是在淡水的渔人码头的那个演唱会上面，从2公尺的舞台掉下来，对，那一次真的摔得很惨。哭啊！拍 MV， 拍有一首歌叫《他没有错》，那是我第二张专辑。然后导演就是要强迫我要哭，哇！那次真的是，真的镜头一拍反而就哭不出来，但是导演一直逼我，一直逼我，然后最后就崩溃大哭，那次印象非常深刻。疯狂的粉丝我倒是没有，我觉得我的尺度还算蛮理性的，没有那种很变态。但是一开始刚出道的时候，有一次走，好像是从家里吧下楼到了垃圾，然后就看到有那个粉丝在树的后面这样子，可是树冲上，当时吓了一大跳，就这样子而已。但是那个粉丝也没有怎么样，他就是只是在树后面，但是当时有吓到说，你粉丝怎么会知道我家在哪里？这样子。